提高的是愈来愈严重。平常时应该要预防性治疗的观念，政府呼吁各单位一定要伫户外进行，落实防疫准备的工作，减少户外接触的勇气。做防治工作，需要大家总动员，共同来维护社区的环境卫生。大家会记得四个字哈：寻、道、清、刷哈，就是这四字啦。哦，就是讲吼，看有咧积水的物件无吼，啊，甲伊倒掉吼，啊，甲如果清气吼，啊。这个就是最好的哈，一个把环境哈维护好，而不让哦蚊虫滋生，最好的办法。无蚊虫啊，都未带来这些病哈。啊，因为咱去年哈，去年咱全国343个案例来对，就有两个死亡哈。啊，今年开始已经有很多的案例出来了哈。嘉义目前还没有，因为咱哦的民众哈，都很有概念哈。尤其是我们在校园里面也推动哈减量哈啊容器减量的一个活动哈啊，让校园也一起进行，然后社区家庭也一起进行。咱吼所有的蚊虫吼，伫咱嘉义县吼，无予伊吼会当安尼吼哎大量吼滋生的一个环境，这是保护我们健康最好的一个方法。管理支持伫校园做好各项的防疫工作。推广校园容器减量，促进师生主动来参与源头的清除，落实每礼拜巡的清除四步，希望会当有效来预防提高热的感染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